份新给吉彦国发，上面写来五百啊。我老板讲算你一套多吧吼。五百。小人你需要注意啊，这我来弄哦。这件算你，你得拿真正的装好起来。那老板保利龙大咖。对啊。保利龙大咖。我老板讲算你一个国发好吗？注意点啊，这包我无卖啊，这包我无卖，这包我无卖。这三包来算你一套多吧，要卖是一包吗？这三包算你老婆四斤，你给他用啊，四斤哦，一斤你也切两包，四斤啊八包哦。我还讲我跟你卖五包的哦。站平我那边。注意听啊，要吃算你一头多吧，只要给四斤，我花你五百，我一斤算你存一百二十五，一二三五，上先给钱啊，三百二，三百二，三百块的话来三百，来上面讲算你一头多吧，三百，来上面讲鳕鱼头刀肉了，三百，三百啊。那希望可以，现在保利龙给掉，我们对个沙发都几个人给了嘛？沙发，帅你一头多吧，沙发风。哎，三百啊。沙发嘞，啊，七百这种。这种的啊，这种的无啊。来，无你再收收起来，我你家己去收收去。钱要给就钱啊，钱要给就给他做定了啊。帅你一头多，龙君让我炒贵啊。谢谢了，感谢了，谢谢。姐，这是啥物物件啦？是怎？别走，拢客客过去。工资我给了姐，对啊。太多了，气氛放给了，我都要有黑无啊。恁刚刚要点啥物菜无？飞机我来陪陪。一包恁先买，我买一包叫唐扬鸡腿，我这几包内底拢鸡腿肉落去做的，一包一公斤卖五包，卖四包，一箱尔先加钱哦，两百了。两百，头前一个两个。两个就唐扬鸡腿，我来无两包。龙军拢臭鬼，龙军来当金融机了。来遮，哎，你台机车上来啦，停下咧。来遮，好。哦，要停啊！阿姐啊，要台上来啦，迄车牌几号？迄啊，躺起来啊。要停啊！我停啊，你未通啦。阿姨，你啊，躺起来啦，你个车唔好停啊咧。过来，过来，来你话，你先不要打阿姨，到龙姐，后边塞车。后边几个阿姨有话，你来帮忙者。歹势啊，大啊，真正歹势，歹势，甲你甲来两百块买下来无？两百啊。卡躺起吧，卡躺起吧。姐，你去啊，你去啊，你甲一台机车牵去厝顶啊，这台牵去啊。你哪里把整规个车全部换成厝顶啊？袂使塞车啦。两百三买下来啊。两百啊。够买下来无？无就收啊。你要腿排咩？美女，你要鸡腿啊？太紧哦！鸡腿才几收尔啊？快讲快说，今鸡腿拢无，你若要食钱个，叫来两包我了。两包啊，来边啊，一个没啊，三个啊。你是拢无啊？来三个，鸡块还三个。好，来三个。太紧哦！三个。一支鸡腿，两支鸡腿，三支哦，你四支哦，你五支哦，你。啊，这三支个上面免三包，两包了。好，两包了。上下桌要吃葱花饼啊！我是来个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够两杯吃鸡腿了无？来两百哦，对啊。二四六八，来鸡腿够两杯无两包？我是来个啊，来了回收先无？两百够要吃了无？两百，够两杯要一百，够够两只。对，买一百，等于直接买个老爹啊，我一百啊。一百啊，老爹啊。这样子的百五多了，百五了。一百五啦。一百五了。买个老爹啊，百五。这样子百五上面几？百五啊。需要的。一百五。来好，来好，你去然后穿个饼干、帝王蟹包，来第一杯两百下。来边。一百五。全部送来。你有在上方面吃葱，葱抓饼啊？啊，这一杯葱抓饼啊，好吃吗？我这个葱抓饼，我讲真，全岛性工厂过来，今我拢买过啊。我唔捌食过口味真好，你试看嘛，这一包十块两包了。一包要上两百块了。有人要葱抓饼的话，两包。葱抓饼够起来，够一个人买两包。收条干咩？来，葱抓饼够两包，两包。两包。哎，拢无啊，葱抓饼够了，你有要食鸡块无？鸡块存一小两，有人要食鸡块无？你无搞到葱抓饼的人，给你试一下，我买一包了。来一包啊！你试一下，你看阿姨逐礼拜拢来买两包啊，一百块你先看卖送卡的啦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啊，一百块啊，这跟可乐一百块啊，一百块要冲双瓶的嘛，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要冲双瓶的嘛，一百，来两包吧，来一百块买下嘛，一百，一百，来啊，全部拢吃过，拢集中好啊，好说啊，全部进来我后边，一百块要进来无？
来几包？中午啊，好，谢谢。中国鸡中午看边啊，小小姐，好，来这许多。我们几只鸡块好，我来看看。飞机我是买不了，飞机要吃要先八百、六百、六百、五百，这大只啊。一百五百，安尼五百只的算，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、八二百，拢给大只啊。来，一块两块来五百，三块四、五、六、来七、来八、五百，来最后一个五百，上面有无？这两块一个五百，方没有了。今日我包，今日我包一个。对啊，中国啊，五百块，不少，不少块。你要对，我现在坐一下坐。你要食帝王蟹会放哦，我来坐，我马上帮你买你等我。来，我冇要做中，有人知即款鱼啊，什么鱼啊无？迪卡得嘞。迪卡得，什么迪卡？到迪卡。红妈妈。来，有人要食秋瓜无？这秋瓜当然用真的上快好食，卖让你开钱八百，五百了。来，五百啊！准备要收你，准备过你，准备过你，五百你，五百上面食秋瓜啊！有人要食秋瓜无？五百，我来讲啊，我六百给你啦，七百给你啦，肯定真啦，五百好啦。哎，五百。有人要食秋瓜无？五百块。哎，五百。七百啊！来啊，来啊！五百。来，边啊？头前啊？头前啊？这样我来做，你应该是大姐啊，四百二啊，这大姐啊，你应该用这大姐来做，四百二，来你摸一下，谢谢，来，来摸一下，你看我情况对不对？你让我做比较好，加四百啊，我吵架行不？我吵架行不？来，你摸这几张房小姐，谁摸？来这，来你坐定，谢谢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吵架我做几个了？来，林某，你去炒虾同我买好无？炒虾上面吃。我来讲啊，今年过年，恁家人家变我来炒饭同你吃，先给钱了，一千五。你下落去哦，来炒饭片，炒饭片。你看两个保利龙来无？保利龙够两杯无？保利龙啊。啊，姐，你来配过。啊，这家我做到水平，这家我闹的。两杯我做你阿公，这家我闹的。来，都开着，都包着。你们来拉好。行。啊，几家是好兄弟啊！我现在听到，几家好兄弟，对不？这两家我拢要留着，啊，这也袂全部，这条我卡在外头，我准备要收煞完啦。你这你好话呀，叫你一包哦，对啦，我叫你过来。你敢要食玉米浓汤？你有哪要食鸡肉汁个？你有哪要食鸡肉无？鸡肉分两箱拢无啊？恁听好啊！我全部出来，我后边落来，我要刷。我叫这种是正马来西亚六皮草虾，来这样呢？六皮啊，上大只，板凳都来讲，板凳都不用，那只大只。哦，来板凳都不用，反正今天你们食炒的，人家卖让你开三千、两千块啦，全部人家先给钱哦，一千块。来一千几个啊？我们食六皮草虾，我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我们食这个炒的哦。一千咯。一千块三万只啦，我头拢给你看，头就是拢只水。你过年哦，你食到爽的，真正好食。一千块三万只，一千。一个啊，只个够你一千块。来两个，金鸡翅哦，这大只的哦，来睇下我坐你过来。来两个啊，一千块三万只，一千。来，你来加鸡翅哦，我只个够你啦，只个够来啦，一千块。你把你手机哦，直接给我。一千块我坐你。来两个啊。一千块，你来要不要食小笼汤？我来讲，我小笼汤卖了一千哦，一千几个。来两个。你先过来讲哦，等下我先来卖你等我一下，因为干杯叫我存一千秒，我今日干杯做袂了，十千来。好势啊！今仔日你若搞买一千个人家注意看，这逐只是拢生安尼哦，这无输海虎虾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我只要多少？最后要一个一千万。一千啊！这过年过节虾上贵的啊，一千几啊块哩？我一千块，但是给我。好两个啊！多少可以管？结束。我无。两个啊！阿姐，你一千块吗？一千咯。你今仔只要一千块话，恁大家让你欢喜动的，你一千块收到。三个啊。对不？你做哪里啊？一千咯。名咧？你先讲一千个，等下啊，注意听。你今仔日硬摕一千个，新年快乐，大发财。这招我看到，四个摕钱，我无你安尼啊。今仔日我五万给你哦，一千块摕来。三个啊。只要送，但是啊，一千块。最后再一个一千块哦。三个啊。一千块，搁一个上面一个一千，一千块一个好无？一千块，是啊，一千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搁一个无？一千，来，最后搁一个人，搁最后搁来，一千块无？来一千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搁一个无？马来西亚六匹小车，搁一个好无？一千咯，哎，恁无买人家，你买两个。
我来讲，我这个鞋啊，真正有够吊够球的四百了，你变两万吃看嘛？四百啊！来四百，四百，两万吃看嘛？四百，四百好点啊！四百，再两万吃看嘛？四百，叫多少？反正我拿不要嘛，真正四百哦，四百，来两个鞋啊，四百。来两个四百，四百块两块钱了不？来一百块，我先去准备，我准备你后边的放我做了。升职刚备来啊，我来帮你拿钱了，你给留言升职刚备哦。这两块钱四百好不好？四百。我来麻烦一下好不好？最差卖个老好不好？四百。来隔壁啊，搞经理的了，这升职刚备这个。涨。来升职刚备上面写几千元？来一千啊。日本北海道生食干贝，价格不放一折啊！日本北海道生食几千块上面去啊？一千哦！新给钱寄了够你了，吃好的啦，几千块了。一千哦！过两分钟，日本北海道生食干贝哦，寄了够你几千块了。一千哦！北海道生食干贝够两分钟哦，几千。过两分钟，一千。吃好的，过你搞，价格不能放一折，上好吃啊，几千，我觉得几千块啊。一千。再搞一千块给我，几千块了。一千哦！几千块够喝起来吗？几千块，一千块，这几块可以吃的吗？几千块可以还慢回做，老五啊，够两百块钱，五百了，哎，五百啊，一块买啊，有啊，上面好吃，这价干杯，来收银，收银，来，几个听我讲话了好不好？来，够两百块，这社会版的，这代表，哎，你们吃这个啊？来，帝王金来了，帝王地段。来帝王蟹放没几个人给，没五八四八三八哦。来三八呀！来刘老师老给哦，我算老给哦，三八好三八几个？三八几个呀？再给我三。